不差一个不少，就八个生意簿啊。这个就很难了，金秋、地理、金三、三命的、江陵、一命的、地风、三十五、幺六七、神里、天木、十八十、万叶、灵命的、拿了铁风刺、朱亨套、金三上猫猫、破侠不行，要西风就差了。哇，你真的，你一个不差一个不少，就八个生意簿啊。哎呀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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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号不好打，一层它是满的，第二层爱满不满我不管，然后我先补第三层，把第三层补满了之后，我再去考虑十二杠二。你们注意一点，别死了，慢慢刮。刮两分钟，再见。没事，它第一层是满的，我们直奔十二杠三的三颗星去。有西风这个充能非常的猛，两个亿加一个西风加一个猫猫的亿，我就直接满了。干的。OK， 这下半场这个我要是说单纯用这个阵容去通的话，下半场一分半就够了。这个神里一分半绝对够了。但我不通啊，我稳妥一点，我把充能全部攒好，搞死他俩，然后回来再去给他通十二杠二。我如果说不带着充能打十二杠三，肯定不够。再见。这个大招不打扩散了，直接给他，然后再攒一波充能。OK， 不行啊，我靠，伤害太低了，你这号，真的伤害太低了，拉，哎呀，又贪了，这一把给的很好，但是大招放早了，兄弟们，我应该等这个状态，贪了呀，来又过了。他这号能过，但是我得看运气，得出那个状态，不是说我自己能控制的，看系统他怎么刷。难受，太慢了，这伤害跟没有一样啊！扩散一下，西风突发，好，直接先染。嚯，不着急了啊，我一定要等好时机。这一波不对，不是这一波，赌这一波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好，赌上了，对吧？赌对了就过啊！这一波是运气好，我们都赌对了，还差一个十二杠二，十二杠二就轻松了。三叶行秋，香菱班尼特，神里猫猫，莫纳芬，广送你归期。看这通关时间还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吗，兄弟？这通关时间过不了吗？我下半场时间太充足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厕所我都能打满了。这有些人在吹牛逼。这个我根本打他都不会掉血，掉了血我跟你说就是对我的侮辱。再见。